啊，整勾。我们应该玩一个游戏，就是你猜什么，我就帮你读。Hello 啊，嗨，我是爱奈油，我是油马。你知道什么是爱屋及乌吗？不知道，我国文很差，呵呵。如果你很在意我的话，你应该会很清楚我的东西是怎样的、啊。我的东西都很有爱，他们都有名字。你的水瓶叫什么名字？你的钥匙叫什么名字？我的手机有名字，我的电脑也有名字。可是你不是其他东西有名字？反正我今天就是要考男生，我的包包里有什么东西？真的假的？好难，无聊。如果你猜，你就写啊。天哪，你刚刚看着我羞耻吗？化妆品，你不能写化妆品，你要写细一点。就这些吧。好啦，没有啦，其实就是一些日常用品吧。你好会猜哦，我以为你很无知哎。就 common sense， OK。对，看一下。先从你没有猜到的介绍好了，让你绝望一下。不会绝望，好不好？一定都有。绝望的开始，喉糖，它有名字。这个是 melon， 其实你要写 iPhone， 但是是错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它是有名字的，它叫 creamy， 你要写 creamy， 它有名字。你看它多小，多可爱。现在都什么年代，你还看我的手小？你的屏幕多少寸？我的手小。还有什么？啊，这么大，太大了。超可爱的，很便宜。你知道里面是什么吗？充电线，然后还有耳机。因为我手机不会没电。然后这个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护身符吧，不然呢？你看呢、啊？这个好可爱，这个最新的宝宝，这个是我最新加入。哎，不要不要不要拔啊！不要乱拔！知道这是干嘛的吗？叫得到吗？好像有点曝光。这是玫瑰金的口袋相簿，然后它就是插手机，手机插完以后它就会有相的备份。备份相片没炸了，那就是 USB 啊！你不可以这样叫他，他人叫名字叫口袋相簿，多可爱！你看这个 app， 然后呢？这有个专门的 app， Picanizer 相片，就是可以直接在那个 app copy 过去，很方便。它真的很可爱，它的大小，它也没有你的嘴宽，真的很轻，第二代更轻，完美专用的。哦，我已经搞懂了。你知道为什么要买这个吗？因为我很蠢，那时候手机想要便宜一点，然后我就买了一个16G 的 iPhone SE， 拍照然后就没有容量了，所以要这个东西呀、啊。它有64G， 最多有200，有很多吗？对啊，因为我的手机的 memory card 好像才8G 而已。然后你都不会拍照，我要更新我的 Instagram 了，要帮我拍照好不好？我帮你自拍。你没有猜对，你怎么知道？你要假设我总是在工作很勤奋，在家相机可以自拍，然后还可以当三脚架，我喜欢它哦，好神奇哟、哦。This is not a yendo。还有什么没有猜对的？这个就是外食要吃什么东西，晚餐不能吃淀粉，水果、蔬菜，两份蛋白质。反正我就觉得你吃晚餐的时候不会拿出来看。我有时候买东西我会拿出来看啊，就是给自己安心一下，虽然我真的不会拿出来。纸巾是对的啦，水瓶有猜对啦。滴管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如果你涂的唇膏你就不会弄到了。女生是不是很烦？是，你再涂就可以啊，花钱啊。眼药水啊，写对了，棒棒。钥匙，这是我姐送给我的冰激。这个你有猜对吗？有。书，就是最近看什么书就会拿出来。哎，这是好好，这个我要秀一下我钱包，这个超级可爱的，是小吉，你要看吗？不要。你不是会很好奇吗？不会。比如说相片里面的是谁？不是你哦。我知道。哎，你会很失望吗？不会啊。但是你的钱包放的是我，因为我没有照片可以放啊。那你就不要放啊。人知道他是谁吗？留言，你有猜对啦，有卫生棉啊。为什么你知道啊？因为我是个女生。其实我国小的时候呢，曾经放过一个女生的书包，然后就是放在一个卫生棉，然后就被老师骂。好啦，最后一个要考你的化妆品，这是什么？粉底吧？不对。Eyeshadow。不对。这是什么？没啊，这是隐形眼镜。有那么粗吗？这是什么？一模一样的东西。这是什么？
粉底，这是眼影，这是什么？粉底，镜子啦，这是什么？一定不是粉底，这是什么啦？眉粉，你懂吗？不懂，这是什么？眉笔，安静，你是哪一个选？眉笔，错，你这是什么？唇膏。我们应该玩一个游戏，就是你猜什么，我就帮你涂。小眉，不是啊，夹鼻毛的。哦，真的，粉底，海绵呢？就海绵。你突然来一个这样的东西，让我猜是海绵。那就海绵啊，完全跟这些东西。你就知道，你够胆跟我说这个不是防晒？它有防晒功能，但是它不是防晒。用来刷鼻毛的。那你刷一次看看，粉底。它叫气垫，它里面有一个气的垫。不知道。夹鼻毛，你知道眼皮贴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怎么啦 ？OK， 我们来验证一下你有多少个是对的。化妆品算对，眼药水、隐形眼镜盒没有，水瓶、钱包、钥匙、iPhone 错，是 Creamy， 纸巾对，卫生棉，好厉害哦。书，为什么你知道？你好了解我，我很开心，你好厉害。拍掌鼓励你。笔，打勾啦。电脑，电脑名字叫什么？欧卡。哎，你知道护唇膏我不会，水是蛮够的，所以我不会太干。然后很多是不对的。对的，你看，不对，很多很多。口袋相簿没有猜对，耳机没了，海绵、三脚架、可爱的包包没有猜对。你要检讨一下。不用。你要清洁房间。不用。要，好啦，带那么多东西出门，谢谢你帮我拿包包。好感动哦。对啊，塞这个进去就好了。差不多啦，好啦，我们 say bye bye 啦。对了，口袋相簿买的链接在下面， iPhone 的大家，尤其是美丽的女生可以考虑一下。所以如果男生送这个给女生的话，就代表你认可她真的是很美的。在常常想要拍照啊，你就可以送她的时候说什么，我希望可以跟你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。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可以给我一个赞。如果觉得他很细心的话，可以给我一个赞。为什么是给你一个赞？给你一个赞。想看他猜我化妆品的价钱，可以留言。好无聊耶。好玩啊，觉得这个游戏好玩吗？很好玩，说。很好玩。是最终可以订阅这个频道，去我的 FB、Instagram 按赞。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你的字美吗？当然呢。She's very good。好感动哦。带他们出门，为什么？我就可以带他们出去逛街了。我觉得他们会很惨，给你这些东西压扁，不会搓圆弄扁。